今天的选举结果也会牵动着未来台湾政治还有经济产业的走向。来看到是在新北市，国民党跟民进党的新北市长候选人朱立伦、游锡堃也都分别在早上投下他们神圣的一票，两个人的心情都还不错。朱立伦还跟老婆高婉倩紧紧牵着手走进投开票所，而且好，朱立伦还说呢，很希望可以赶快跟老婆喝咖啡。还没走进投票所，游锡堃就被热情民众拦住，先来一张合照，再一起进去投票。神情看起来非常轻松，游锡堃说他很有信心，只是前一天晚上他辗转难眠，根本没睡好。不知道，大概是咖啡喝太多啊。是紧张吗？紧张跟兴奋都有。开票完了，明天最想做的事情，大家都知道，我都有爬山。如果说没有那么早卸票，我真的是很想去爬山。原本说好老婆要一起来，后来改由儿子陪同，而朱立伦则是和妻子高婉倩紧紧牵着手走入投票所，投下神圣的一票。昨天太太给我很多鼓励啊。只不过夫妻俩好有默契，都穿着蓝色衬衫高调放闪。我们衣柜里面大概蓝色居多，而且你看我们平常就常常穿牛仔裤，老夫老妻嘛，公开放闪一下也不错。其实我们平常也蛮浪漫的。小燕，啊，干吃了。朱立伦离开前还不忘和每位选民握手寒暄。投票日这天天气相当好，候选人也不忘提醒民众记得出来投票。 UDTV 陈俊扬新北市报道。